就嘛，咱个甲看下面这段哈，这句缘故、非缘故、三轮故、非三轮故、相故，啊，即嘛搁再来非相故、有品故甲非有品故，啊，故故甲非故故安尼。咱来看解说，这个第二十六句叫做缘故甲非缘故安尼。啊，这以印顺道祖解对这个三性性者，从空无相无缘而证入三解脱门。啊，恁感觉印象空无相无缘，恁有抄三解脱门有没有？有哈？好，安尼我即马阁甲恁阁再念一个，因为这个类吼，我那是录影，啊出来和众生其他这个地。发个话请看安尼，吼、哦，即马即句吼，咱简单去讲一下。啊，做即马来，即、这个愿吼、哦，我先讲愿，愿者自求满足。啊、哦，即、这个愿，即先甲恁讲者，啊，甲讲伊解说即个三轮体空吼，即、哦这个愿者。依佛来甲讲，咱有入过四方世缘，咱的目标都达到成就佛道安尼。好，安尼叫做愿满愿。所以今来甲讲，愿者自求满足。好，啊，甲这个个需求出世都成满了。所以愿者是有那叫做圆满。好，啊，这么咱的目标是安怎呢？佛道。诶，出世道不是干那二性的出世道，是大性，吼、哦，福德圆满。你注意一点，咱大家共同来。啊，当然，这个是将来一定要彼此相温啊。啊，所以讲彼此相温，咱就跟人讲，将法义去探讨，啊，甲将法义去落实，啊，甲将法义去教众生。哦，啊，这都达到必定嘛，吼，啊，到这个地定，哦，啊，开始修，啊，像这个开始叫爱学正确，啊，到学五性的中间，咱有大乘的菩萨道，啊，大乘菩萨道，你都要附带二性道，啊，到人天道，这注意将来面对无量的众生，这根基不共。啊！你拢爱讲出来哄听呢？哦，啊，绝对袂使讲啊！我到上迄个端端，迄讲我大天说法，啊，大天说了说善法嘛。啊，恁这将来是咱的责任，上是大夫说法，大夫说的解脱道、解脱法安尼，这一定学到真深，啊，较有可能，甚至嘛爱有一个文学。哦，当然自修你是文学，全部是不要紧，但是你若要度众生文学吼。你的脑中就笑会出来，哦，因为比如讲你要讲历史，时间也未对，哦，而且物件论也不足，不足有经相对太起安尼，啊，你阁唔知讲论唔对，啊，人经就是安尼，而且作者论唔对，啊，你也对论讲安尼，这个
这拢会冲对冲对你的作业，做这绑定规矩业。哦，这是一味甲大家提醒，可再用功。哦，有一个文字基础，安尼将来你要运作靠运作。哦，啊，你若无用功，你要捌啥？哦，啊，你搁勉强要讲，就讲了唔对吼。所以即马即个观吼，我头摆有甲咱讲过吼，即个淡漠是讲独三毒，四命三解脱哈。淡漠哈，这是我看伊即五性论来在讲的。淡漠即个五性论吼。当然是菩萨下龙论啊，五性论讲的，吼、哦，安尼。啊，其实哦，这个三道你若存在心内，我跟你讲，你唯有做这个恶业，对着三恶道安尼尔，这是事实的代志。啊，你若三道无除，你要得到三界都无可能，这是事实的哦。要达摩本五性论是安尼写，伊讲世尊嘛是三道直直拄拄到到尾失去了金刚道啊，甲断迄个失。这种嘛是安尼，哦，这是无始劫三大阿僧劫就开始度完。我说这个是咱对了的主因，就是三毒贪嗔痴。什么贪嗔痴敢对？对吼，对，一定爱先度贪嗔痴，啊，才会当得到三界道。因为贪嗔痴会做无量劫，所以佛陀甲咱讲吼，迄、那个八万四千的这个法。就是要断由这个贪嗔痴所分化，而且无量的这种无量心啊，叫做无量，叫做烦恼心。安听有吼？这是安尼哦。好，这是达摩祖师在《五性论》内底讲的。啊，这样我再来吼，咱前次甲人讲，因为伊才有讲到啥？讲到空无相无关。啊，甲进入三界脱嘛，啊，这空无相无关，这是对，这佛经就是安尼写安尼。好，啊，这么写那无关，这么来哈，咱念一个，第一叫做空界脱文，你们的笔记是不是这样子？你的笔记是不是写呢？干嘛？笔记是不是写呢？你无吹吗？爱找无？空解脱门吼，就是观一切法，皆是将因缘合合而生，啊，自性本空，无我无我所，若能如是通达，即无诸法而得自在，故曰空解脱门啊。你若找无事，确定诶，要等较少，有找无？吼、哦，那找无啦吼。咱后礼拜休困，休困过，我叫燕子书写到学房，你若来较先抄安尼。吼、哦，即马阁写咧，爱足久个时间。吼、哦，我阁念一遍：空界的门就是为观一切法，皆从因缘合合而生。啊，我那念恁，恁知意思无？知无？吼、哦，一切法皆从因缘合合而生，自性本空。吼、哦，无我无我所，若能如是通达，即诸法而得自在，故名空解脱门啊。那么第二叫做无相解脱门。哦，咱今仔日已经知影一切法，哦，无实体上知影一切法是实际是空。啊，之后咱就搁再注意一点，观南如相的空。
安听吼，男女上个空，比如讲较水个，男女上是有诶，先做庄严，这是对。唔过急脑化真急速，啊急速来呢就死亡，哦死亡就变糖，啊就腐烂，啊所以这个观念实在也袂当得了啥。有些青青是几个月啊，有诶青青是几年，过都无啥会啊。哦，爱知影哦。啊，所以有诶女人就讲，你最近拢看我是变黄脸婆啊。啊，你拢无要爱我，你搁在爱别人。我咧讲，人欲本来就是安尼，唔免怨叹。啊，即有诶，就去做迄个，去做迄个玻尿酸，敢是？玻尿酸，去食煮对啊煮安尼，吼啊，就去整容。我咧讲哦，有阵整了若无好哦，是愈整愈老哦。我咧讲哦，啊，就直直化妆，啊，愈化妆受着化药品的这问题，这个面愈歹看。啊，啊，对啦，女将就是安尼嘛，阮虚假性是真尔现。啊，男将嘛是安尼啊，看老婆都安尼。哦，出来水水嘛，啊，另一个搁看一挂水，啊，这么都无同，心都无同，所以这个叫做啥缘起法。啊，人因为缘起法，所以这累世来得多变。比如，啊，其实因为这个身躯是缘起的，啊，男女的组合结成一个家庭嘛，是因缘法啦。爱注意这点啊，所以今来得甲讲安尼，男女，哦。顶上实在不可得，若能如是通达，知影诸法无常，安尼就当自在，这个叫做无常解脱门。诸相非相，你记好好，因为多变，哈、哦，虽有实无。所以咱来知影哈，今来底有个讲一个无男无相，啊五尘相有那无相，啊佫在三有相啊无相。三有相的欲界、色界、无色界，啊，甲这五尘境拢无相，比较好啊。啊，甲这男女相、非相，伊会老化，老化这人就会变心，这是属实的代志，所以不要太执着呢。啊，所以这个叫做空，这个无相解脱。那么第三呢？第三叫做无作解脱门。无作解脱门，另外一个名叫做无缘，所以用这句缘来列出这句话出来。无缘，一切法本空无相，啊个无缘啊。那么这句无缘吼，我再甲注意讲一个，无缘另外一个文叫做无作，啊，所以咱也知讲一切法无相。那么第三界都无所缘求，叫做无缘。唔单讲第三界中，你要求安怎？我阁讲一句确实，你做人天法往生欲界，我那是无缘，唔免求这个，因为这那空。啊，阁再互你到色界、到无色界会空。所以注意，我咧讲学法的人吼，唔是要得福报，我那唔是要去这个个色界、到无色界，因为色界、到无色界修定而错哦，修这定业而错哦。好，阿叔进来咧甲咱讲。咱若知袂使无缘求，安尼当然咱袂做这个生死业业啊。啊，你今日贪着五尘，就做这个哦欲界业。啊，你若贪着人男女，本来是做成就这欲界业。欲界业就包括欲界，啊，到这个个人间修了，啊，到啥，到什么的。啊，你若知影空，就唔当个安尼。好，唔能够做作业三界业，所以这叫无生死之业，就无果报之苦。安尼，我那得到自在。所以千万唔通错误的修学。你若错误修学，过你天上报嘛是会个对了。就甲人讲，欲这个无色界八万四千大劫嘛是个对了啊。哦，啊，你个伫欲界内底生有那男女？但是你，我跟你讲，在欲界内底男女吼，有那淫欲，可是男女无耻安尼，所以对了就对畜生去啊。所以在这个经典内底有写，对了做鹿啊，对了做猪，吼、哦，
绿地啊甲离啊，迄地色天的即个33天、32天吼，当然33天包括中天玉皇，其他32天，你敢知有对咧做离啊？吼、哦，就变动物，因为因伫迄个所在吼有闹炎热，啊，将来智慧愈差呢。啊，伫咱人间啊，要合法是智慧愈强。所以这个各儒家书典里面甲咱讲，讲你一定要做十善业做基础，但是唔通求生天上安尼。我讲敢听无？绝对袂使求生天，因为你要解脱嘛，都要这个善道。啊，若无善道，你是无解脱对了嘛。啊，做绝对袂使求生善道，求生善道，这个福报尽得个对了。好、哦，啊，所以即马下面即句第三讲。无作解脱门的讲，有名无关。啊，所以这个欲，你若会当知一切法无相，啊，所以绝对袂使求证，叫做无缘求啊，袂使求，因为一切法内底是拢种空甲无相，吼、哦，是相非相。所以进来在讲，若无缘求，即不着生死劫，吼、哦，若无生死劫，就无这个果报之苦，啊，无果报之苦，就是会当得到自在呢。啊、哦！世间你若贪，就贫苦报；啊，若勤俭，就受乐报；啊，若愚痴，就畜生报。记好，所以这些呐，拢讲无正经的话，你不断是什么都流转。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断，安怎吼？所以这个的叫做无作解脱门。记好。啊，这唔得无写，无写恁即马来，我阁讲者，空解脱门的观一切法。该将因而合合而成，自自性自性本空，哈、哦，无我无我所，若能如是通达，即无诸法而得自在安尼。第二无相解脱，既然咱一切法空，哈、哦，南无相，哈、哦，阿个三有相，阿个这五地相，这个十相，拢总是虚假，所以绝对有那袂使贪着安尼。所以这句无关的应对遮乱。啊！你今日就知会当，这个是三乘性，才将空无相无缘而证入三解脱的，安尼。啊，到即马即句话重点是有哪是断贪嗔痴，像达摩祖师讲的，讲度三毒是命三解脱。啊，你做业是由贪嗔痴而来嘛，所以你哪会当断贪嗔痴？啊，贪嗔痴面对啥？要面对男女，阿阿婆。男性、女性嘛，啊，第二就贪着五尘嘛，哦，啊，到第三就有先贪定三欲，就是三界安尼，这对咱拢是会造成一个这叫做轮回苦，哦，啊，欲界要死的进程吼，有五衰相，啊，这无色界要死的时有万劫穿心的苦，啊，这拢爱了解哦，哈。啊！但是重要是有那一定爱修改家己的这内心的这种普遍的在歹心思当中，还是错误心思。哈、哦！即卖来下面，较去讲一个三轮故。啊，三轮故吼，即句话我正甲咱讲哦，是指空而说。啊，那伊讲即句空而说，就叫讲三轮退空安尼。哈、哦！啊，三轮体空这句话吼，唔是安尼尔，啊，佫有其他的资料。三轮体空就讲，比如讲你今仔日有加奉献和众生，还是佮奉献和佛祖，即嘛叫好。你若假使不是想咧，这个叫做福德，安尼就无空。啊，那三轮体空吼，就讲我今仔有加奉献，我有加布施，有我加布施就一轮。第二，我布施给甚物人，这个叫二轮。第三，我报效什么人？安尼叫做三轮。但是你一定要觉醒，无我报施，无甚人去受施，我嘛无报施啥。安尼叫做福德性安尼。福德性叫做解脱，安那福德叫做轮回生死安尼。啊，所以这句伊是甲咱讲是知空而说的。但这个唔是安尼吼，这个我搁伫法义上，我搁甲咱大家搁讲一下。这个来写哦，可能较紧。
啊，记好哦，这法义上来正确啊，正确了，咱要修改对哈。即嘛，即个吼，即嘛，即个是结讲佛尊哈，信仰。现，吼，信仰现论当然是度众生啊，化名神通论。今嘛来哈，口业说法，即句话慢只讲哈，即句话，因以后一个品，哦，譬如讲信业，信业显化显化，名神通论。佛尊跟摩诃萨的信业，也当化度无量众生，到处化度无量众生，安尼叫做神通论。这个摩在这个六通当中叫做神足通。啊，那么第二点讲口业说法，哦，口业说法当然这个是袂使偏差，因为伊也当有这个神通论，当然有那有正教论。就是用正法来教导众生，哦，这个叫做口业。啊，即咱从来有哪安尼？譬如讲，口业在头上，啊，到未来究竟，就说了安尼。哦，啊，这第三叫做啥？叫做议论，议论就当感激。感激就讲，因为伊个说了，譬如讲，我阿个无法度，我会当大概知恁众生的机，这个佛陀的。即、这个个五感六通会当知众生的即个根底，根底就是讲你的根基到底是一性根基，还是三性根基，还是人天根基？什么安尼来转？即、这个叫做依基，依叫做依业安尼。啊，但是佛陀摩诃萨是古作在，啊，古作在说已经来在讲三者皆随顿众生业业。过妙一顿，有这三项，也当感众生机，也当说正教，吼、哦，啊个感机说法，啊个得有神通，到处方法。啊，所以这个方法是要创啥？就是要把众生的这个个业业，在内底再灭灭，啊，亲像车轮啊，该吹灭了呢。啊，敢听有？听有无？辗转说法，会把众生的这些业拢给摧毁的，咱听有啦哈。这个叫做三论。那么个另外一段是给讲安尼，叫做根本法论。根本法论是给讲大乘法论，是《华严经》。《华严经》的中间为菩萨开始因有因道果呢，的法门。啊，不过咱唔通再讲因果简单哦，因果是足无简单的，甲缘起法足无简单。哦，啊，第二就是讲机物，法论就讲消性诸经，就即阿含。哦，阿含经啦，乃至方等甲法界，啊，第二生就是对即个消性搞的甲，何以入大乘？这就是佛陀的地主宗，伊就是安尼教。啊，即嘛到尾叫做涅槃归本论，就是讲啥？法华经，就是到尾到这已经从三性加用三性加回归一佛性安，吼、哦，安听有哈？因为法华经就是这个本书啊，所以唔够佛陀家己啊地主拢总受记作品，吼、哦，安尼叫做三论，
哦，啊，搁再黑业苦是三轮，这个叫做轮回三轮。哈，轮回三轮就讲众生因为被黑，这一轮啊造业，啊搁受苦，安尼叫做三业轮。众生被黑造业受苦，苦中搁带黑，安尼。啊，不断生死轮回，啊，所以即卖个是咯，破邪对解脱，所以这个叫做流转三门。啊，地那行都破邪，都唔敢作业，唔敢作业都未受苦安。好，啊，即卖这个有那叫做轮回，而这个主点在未晓。啊，即咱文化，个是呐，文化就是要得地，啊，得地就是要破邪，啊，破邪咱。下一期就唔敢作业，唔敢作业，啊，那也受到清净，啊，就无迄个苦报显现啊。听懂不懂？啊，好，按着，按着对啊。啊，假使你今仔日听经，听拢总唔捌，啊，搁再讲捌，啊，你搁无要改，嘛是袂晓啊。安尼要改都困难，所以这个流转门，那是已经自行。哦，地形破裂，哦，安尼即个叫做幻灭门啊。哦，幻灭就恢复，寂灭叫做幻灭门，寂灭就是解脱嘛，对哈？哦，即个对啊。啊，到即嘛，即个经典的主题就即个根本法轮啊，甲即基本法轮，哦，对小乘加加加方等，啊来甲破戒。阿加自在成经，阿加即卖来第三就立未归，归本法轮就讲法华经回三性，吼、哦、回三性二回归一佛性安，菩萨性二性安乐三性，或者三性的这修学者，拢回归到将来解脱成佛安，吼、哦、这个法义就是这么说的哈。好，安尼来到法义上就比较较宽呢。法义上安尼较宽，安尼是比较较好。但是印顺都是一个简单解安。阿叔都在资料都甲你讲个清楚。好、哦，阿叔进来在讲，即嘛，伊进来讲三门之空哦，安尼是，伊这个是叫做三门体空。阿个在一句话吼、哦，一切法皆空。安怎无？这个是较高超，一切法皆空，无我无法。哦，个三轮的空，在拢中空。不过在文字记，咱也无一法，未当了解一切法皆空。所以这句话阿哥会当绕一下后边跟咱讲安，就是法空加我空，一切相空。那安尼代志都真真正正，无解脱就爱解脱啦。哦，啊！你若知一切法皆空，你绝对断烦恼啊！你特别去贪着，未贪着十相，就是未贪着贪着男女相，未贪着五尘相，或者未贪着三有相啊！哦，你若知一切法皆空，就可能就这个问题就好解决啦。哦，啊，即马搁再来哈，即马来就知无相。哦，上古的给已经来讲，即无相，诸法皆空，无实体相。哦，安怎安我念，安敢听有？哦，都一切法皆空啊！啊，上古的讲，伊计讲，即诸法皆空，诸相非相啊嘛。啊，怎么这里后边一段话去吼，就真特色啊！哦，啊，所以这里搁再讲，这里就所以讲。这三句就是三性性才所修证的主题嘛，因为诸相是缘起相，那无缘起就无相，实在无相，做诸相本空的空相。啊，三性性人就知影，这个五尘相是缘起，哈、哦，五尘相那缘起就是第一咱的业色，共生这个世间。听无？啊，家庭是有那缘起，就是男女、翁仔某
引起较有一个家庭，这种引起上男女的结合，有那是引起上，就是因为两项夹式政治共同合合着呢。哦，这个叫做一切法，所以唔敢讲悟空、法空，迄、那个诸上缘起的，有而非有安尼。现在这阿表在讲到就真更加清楚啊哈。以前内底是无讲到，但是书有资料上去讲。哦，啊，即马搁再来品，即马来吼、哦、品是二十九句之第三十句，即是品吼、哦，我正甲你讲叫做品类，啊个品德。啊，所以我即马甲注意讲，你修人性的无脑，修人天性无脑人品哦。好、哦，安怎样吼？今仔日世间有道德的人吼，即、哦这个叫德行优行，叫做品德。啊，但德行优行，佛道的德行嘛是德行啊。啊，菩萨的德行嘛是德行。二生一断烦恼，二得到个人的解脱嘛是德行。在人间道内底，让人娱乐的嘛是德行。往生天上的嘛是德行，无德行绝对袂当讲人间道得到福报嘛。啊，不过即马福报了后咧，话你讲伊就变缺德啊。因为伊有财，因为伊有关系，啊，即马连品德都没有，就变下贱啦。你心相信不相信？所以那个啥，金钱使人腐化。啊，官位予人对了，这就变无品德啊！这样你听懂不懂？伊首先就人天的品德，但当然伊得到人天的报。啊，得到人天的报了，伫个报中，佮再做第三世，予伊怨叹的这个代志。为甚物？就是对了恶道嘛。所以我咧讲哦，伫人间做品位主管的人。我跟你讲，将来坠落如此惨，你要相信。因为啥有关系的人去作业，比无关系的人去作业多。我跟你讲贪污无啥，但是事实贪污嘛真严重。不过政策未当施行落实，迄点才是罪恶，就是人民未当得到，未当安居乐业。我感觉这款是比贪污更加严重，贪污嘛是罪恶啊。譬如讲官员贪世间的这钱嘛，所以我咧讲哦，个人拢总争功诿过。哦，真个政治的这个个文化就是安尼，所以将来这种凄惨，我跟你讲真的，因为现在人大多数拢无一个德行。好、哦，啊，这个因今日有在为，就是过去修的嘛。啊，过去修因为无断业是人间福、人天福，所以即马来一个对了。这是事实的代志。啊，即马国定了，就迄个官员贪污，迄个官员贪污，啊，拢贪国家的钱，啊，国家的钱就是百姓的钱嘛。所以唔敢讲一世为官，百世怨。啊、哦，我的分析应该恁大家了解较多。所以你不用鼓励孩子去做啥会，鼓励孩子做一个真平实修行的人，我看是比较比较落实。你不知道接受不接受，我不知道，好，好，你知道吗？啊，但是修行不能修下道去，那个一个落败，目睭爱金爱有智慧，啊，但智慧安怎成？就是修大成经安尼来。这么第二点，那个品哈。就是啥，法其有别为品类。比如讲，今仔日咱只甲看，这个所在吼，这个所在有根本法轮，有基业法轮，有这个个叫未归本法轮，所以这个叫做品类。这你应该懂。所以你今仔伫佛教中，你要做的工课，是出世还是世间？吼、哦？你若讲伫世间，我咧讲，你来讲来去讲，来去捡破烂的，迄款的人，别人唔做，你要去做，这也是有一点道德成分在的嘛。但是没有良知，
我跟你讲真的，有道德的小成分，可是没有良知。这么是这种人，别人唔做，伊来做环保啦、医药啦，哈、哦，啊，甲这个世间的这出钱的这个布施善缘，那是这款的人还是有点那个品味，啊、哦，这是人天法。你要分好哦，你唔当归讲，我嘛继续的，我嘛三宝弟子，不可以这么说。第二，独善其身的嘛是伊有这个独善其身的这个品类的法啦。譬如今仔日人天法，搁再来殊胜体，搁十缘起法，这嘛是有品类啊。但是这个唔是大丈夫，做安尼就有差别了。不是大丈夫，就讲你无受大乘业，叫做唔是大丈夫。啊，你讲中午你今仔好，你有个念佛啦，可是你无断烦恼。啊，你念佛也唔知伊个法器，所以这种的品类就足差呀。这款嘛无大丈夫，无大丈夫性性的对，唔是大丈夫性性的吼。大丈夫性性吼，应该是个是菩萨道。在当世苦难的世界里底吼，我要度众生安尼。安尼，这个较叫做大丈夫的性情。啊，你若讲我较紧念佛，一心不乱，啊，未来去西方极乐国土，讲我说你的，你不是大丈夫，你的父母在这里受苦，你的兄弟在这里受苦，你的祖先在这里受苦，有无量的众生在这个受苦，你为什么唔饶大家？所以这不是大丈夫性安尼。哦、我是 认定他这样子了、哦、啊你今天说要在这个地方要算了，可是你没侵略经中，你又不当无众生、哦、如果你说处处、哦、都要圆满，所以你就要侵略经中。啊你如果说今天你算了道众生，又为了某一种名文，名文就是名声真透，啊又为了利用，这样就不对了，安尼就是出差错啊！所以我咧讲，伫这个所在要大众生的大丈夫的性情，大丈夫的这个菩萨性，啊，就迄种境界，请大家认同师父的讲法啊！安怎啊？绝对袂使出差错，因为大丈夫哦是为着大众生出生入世，唔惊。不要跑到那个有会当享乐的所在去，不要这样子。好、哦，恁大家记好，因为这款车才是重点。啊，你讲巾帼英雄是咪讲大丈夫？看到？对啊，巾帼英雄啊！啊、哦，所以希望所有那今仔发大丈夫心努力来世。变作大丈夫相出来，你甲看异性的人无大丈夫相，大性的人有大丈夫相，就是三十二相。恁叫好，女众对爱安尼，哈，啊男众袂使无迄个大丈夫的这款志气，就特别在讲我个人解脱的，不要这样子，好、哦，所以这个等于啥，叫做品性无同。哦，啊！你若今日袂当讲劳心，我甲你讲哦，就无啥物，佛陀讲迄个调御丈夫嘛，咁就即句话，就讲在人会当创造，可以会当成就菩萨道，做佛陀就特别甲调教呢，师甲恁调教看开未？哦，听好无？甲恁调教看开。所以今生今世是无人敢教，但是累世有人敢教。但是弥勒菩萨讲，若有人在这个世间五毒恶世要讲大乘法，弥勒菩萨就要甲加持啊，让伊这大乘法会讲好顺啊呢。啊，这当然就产生一种辩才，甲自由弘基愿，讲一句话，我会当用这个来旁通，
即句话也当来旁通，啊，即嘛即文化的地主就会当欢喜，吼、哦，欢喜讲哇，即法器就真了充足，安怎样吼？啊，恁今日拢无，还是讲书过去是无成得回？今天那有这些资料来说呢？哈、哦，披露是真披露，但是徛上讲台，徛上讲台就是要那念的嘛，对吼、哦？披露做披露，我咧讲真正上车顶就困。啊，无放我困，伊袂使。不过来到遮，都起来讲台，都袂疲劳。这可能有那另外一种力量哦，来给家人，来给家人加持。哦，啊，即句讲，佛法中间要说大乘法的人，弥勒菩萨要加持，就是伫只维摩诘经后壁面讲的。哦，啊，不过恁遮，咱时事的时间真少啊，该要讲给恁听真少。啊，只有为着要放互法界，为互法界而再去放，所以一类讲一种无法的讲啊，说大声论，恁来了解。这套经典真，这套论真好，这是咱的无德菩萨写。刚才讲为魔结经哦，恁无学那袂使经，你知道吗？哦，这是书在这个选择中哦，佮讲一句实在，这本王家经无嘛袂使，按不只分配。哦，加工这本，加工这本，加工这本啊！不过《法华经》要大家所在讲啊，干那新的无当讲了，因为新的那个继续讲了吼，书都无资料，通好发解为啥办案？哦，啊，所以这个安尼讲起来吼，应该是袂偏差我偌济安尼，哦，所以注意先有迄个真实、迄、那个人品道德的品性先出来，可能学了。他袂红讲胡搞搞乱七八糟，哈、哦！所以真来这品德行有形为品德，但品德有差别啦，哈、哦！啊，搁再来法义有别为品类嘛，所以有大乘啊、小乘啊、人天，哈、哦，这拢无共品类哦，爱怎样哈？比如讲小学诶资料、国中诶资料、高中诶资料、甲大学诶资料，完全无共。所以这个是一直提升到这个《法华经》吼，回三生，三生回归一生，就是佛性啊。吼啊，所以世尊把这个舍利弗、目犍连、伽蓁连、大伽舍、娑婆帝，吼，统统该开始教化，甲这个菩萨得了，甲该修持作佛，叫做回归佛性啊。啊，《法华经》等于恁来去看。无看吼，可能你大家拢未记得了。安尼爱搁再继续考上，因为我拢有来加敲电话问燕祖师。吼、哦，当时考上法华经就会是一遍，啊，恁淡顺嘛爱考上，啊，搁再今日的讲一暗上地藏经，这是要加再蒙接回向的，有几个地藏经？啊，八十几个，啊，要回向的人有几个？两个而已，好啊，这有够福报。我你讲地藏经真好用，就是因为我选择是拢总有当在，啊，甲菩萨界五界人，吼、哦，所以德行有德行才当度一切众生，无德行就袂当度。所以有诶做啥物龙凤禅啦、水陆法的灭度因诶亲族，拢度袂惊，三遍、四遍、五遍拢度袂惊来输者。很简单，不用做那個，点灯就行了，哦，总叫做强灯而已，像冲击量较长的是七十四到九天，事情就解决了，哦，啊，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哦，这个在法义上正确，可你有事实的修学，这种的人，就是真真正正是成就菩萨道的品德，哦，啊，你如果说听听有够听但是你未落实，安尼那无效。好、哦，所以进来得甲讲安尼哈。第一，有品质就是，即句话哈，幼而非空，即话伊就甲你解读安尼落。好、哦，幼而非空是安怎讲？即、這个叫做幼。好、哦，啊，即嘛即句话就甲咱讲哈，即、這个幼，咱就怎讲？即个幼是空嘛。但这个有就非空，就如实空，甲如实不空，这是大乘起信论讲的。这个来读来较知影吼。
这句话哈，如是空，啊，如是不空。这是马明菩萨讲的啊。诸法性非有，啊，非有就空嘛，但是佮空而非空安尼，啊，空而非空，那用马明菩萨讲如是空。因为伊本身内底并无自相，吼、哦、叫做如实空。啊，但是唔过讲一个如实个不空，因为里面有能量，那个能量我们看不懂。迄、那个能量内底是我们不可说，很难说，不能讲，迄是心境。吼、哦，啊，所以这么重要，咱要学就要学达到这种的实质。安尼，你才会当变现无量的地出来，知无？所以迄个如实空，迄个吼，有哪如实不空？啊，迄个是袂共振，对宇宙的真意，宇宙间的第二个叫做一真法界。所以今日底下一句叫做有而非空，空而非有，安尼会使讲如实空甲如实不空。啊，那空的物件，这个物件，哈、哦，有先空，有而非有，啊，搁再来，啊，那么来要照讲是非有的空嘛？啊，不过这个非有的物件，内底有一个空里底内底的，这个世间的诸相哈是有，但是有而非有，搁有一个空性在里面的，这缘起性法，缘起性法。本来是非空，是非有安，叫做不嘛，叫做不离不离。好、哦，咱已经讲到这，弥勒尊佛，哈、啊，好、哦。